司令员，前面有人。别慌，这儿没土匪，应该是自己人。来，罗政委不放心，让我来迎迎你。他这个父母官。 你想听点什么？打到一方之辈，三纵可不是四纵。先来为君，后来为臣。咱们革命队伍可不兴这套啊！我看咱俩是老乡的份上了，我才提醒你一句：三纵，一部分是罗政委从山东带过来的老八路，另外一部分是最早出关的冀东部队。你来了就要打仗，你一天不打仗，你身上就难受。可这第一仗，就只能是胜仗，不能败了，连平手都不行。 所以以后一句话一个字，稳。你呢？我也告诉你一句话，待在家里，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，这个最稳。哎，老韩，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。谢谢你的一方之，不过我的抵抗能力很强，你任务完成了，回去吧。 林总，该休息一下了。如果大家没有什么意见，就照此执行吧。你还有什么想法吗？陈诚现在采取的是守势，守住铁路，守住城市，守住战略要地，而我们守土无责。所有的部队都是机动兵团，想打就打，想走就走。 林总秋季攻势的方针，是准备抓住分散之敌，各个击破，采取远距离奔袭包围歼敌。现在这个态势，很像华东战场啊。粟裕
精打神仙仗啊！哎，林总，咱们这儿有个人，其实很像苏司令。你是说我的湖北老乡吧？对，就是他。可是有人说他是好战分子。对，下边是有人这么叫他。好战分子，这种叫法虽然不好听，但对于他来讲，却是名副其实啊。是啊，我也觉得放在他身上挺般配的。打80、90的时候，我让他这个副司令同时指挥3纵、4纵，让司令协助他，恐怕大家有些非议吧。嗨，非议总是难免的。不管怎么讲，我们仗是打胜了，其他的都无所谓了。不过，林总这一招，在战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。对于有能力的人，我们就要不拘一格的提拔。在这一点上，我和陈寅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。所以您现在调他到3纵任司令员。侯政委，呀，老韩，欢迎你啊！没想到咱们要在一口锅里吃饭了。您是我的老领导，军事政治一把抓，我是个外来的和尚，这个经还得你来念。可是俗话说，这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呐？啊，我可没别的意思。哎，我已经准备派人把你的老婆孩子送到后方的留守处去了。谢谢罗政委，客套话不说，走谈工作。肃苦运动以后啊，3纵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，部队的战斗力也大大的提高。有个牢骚大王叫王福民的，听着别人诉苦，自己也绷不住了。来，老韩，洗一把。好。这个王福民啊，自己也跳到了台上去，在那说：“俺也是穷小子，如今却忘了本，瞎了眼了。从今往后，俺生是共产党的人，死是共产党的鬼。”这我相信。我临来之前，陈云书记还特意找我谈话，主要跟我说了一下7师的肃苦运动，让我们把肃苦教育和沙地立功运动结合起来。哦，哎，你有什么想法？116师。小智小姐，你们俩来一下。纵队侦察科科长郑旭凡，纵队作战科科长尹灿珍，这是韩司令。见过，上次打80、90的时候。这是第一次见着韩司令，我后来就是跟着这位湖北红岸汉子，像山峰一样刮过中国大地，从河的土地打到天涯海角。第53军116师以长蛇镇沿中长线一字排开。346团缺一个营，首当其冲驻守在西峰县城。向南拐帽子，有346团的另外一个营。再向南高家店，是347团的两个营。再向南是348团。348团的西边是维远铺116师师部，师长叫刘润川。347团的团部和一个营和师部驻扎在一起。第53军的军部在新开远，以其30师和130师互成犄角，形成一个三角形的防卫体系。向东可以驰援116师，向南可以出击中长线。这一带是敌人兵力比较密集的地区。我们这次的任务，上级没有给我们配备大员的部队，一切只能靠我们自己了。
我们的作战原则是不打无把握之战。八师同时分析西风和高家店，先打掉幺幺六师的346团，斩断他悬在外面的一只手。七师打援，九师做预备队。取得胜利以后，再向北扩大战斗。老韩啊，打仗你是行家，说说你的意思。说，给我一天时间。小爷，到。各位，让韩司令好好想一想我们的方案，他需要什么帮助，不许打扰。好的，把东总关于秋季攻势的电报全拿来，还有地形状况。是。司令员，都准备好了。都打起精神来，今天谁都不准睡。啊？为什么呀？这新来的司令八成是不会睡了，咱们这些瞎参谋烂干事的还能睡吗？尤其是你，我不睡，打个盹儿。什么意思？搞不清楚。这不会把制定好的方案给推翻了吧？不会吧？那方案能有什么问题？稳稳当当吃掉一个团。嗯，他不按常理出牌。打八十九师的时候，听说他连句客气话都没有就接过了指挥权，连续作战。诱敌穿插分割，先发制人，各部队不但命令，机断形势，看得我是眼花缭乱啊！反正这仗是让人家打赢了，这次到底怎么打呀？还说不好，再看看吧。干什么呢？您抽时间休息一下。该管的不管。叫侦察科长来。是。侦察科长，司令员叫你过去。从方台镇到威远堡，这是条什么道？是条乡间打车路。这条路你走过吗？没有。师部侦察科报告的。这不行，你必须亲自去一趟。是。这条道附近最近的敌人有多少？南方台镇有一个连。在这儿打枪。嗯。这什么家电？哦，告家电。能听到吗？不知道。打几枪，甩个手榴弹，看能不能听到。是。另外，我还要了解西风敌人的情况。好的。情况怎么样？路况不太好，可没有断路的地方。南方台镇驻扎着第三四七团的一个连。哎，科长，
韩司令为什么让咱们侦查这条路啊？别多问。是。还是能听见枪声。科长，咱们撤吧。我要去西峰看看。好，走。是。从东门出去。明白。停车！干什么的？兄弟，辛苦啊！哎，快快快！等等。你们出城有何贵干呢？去东山二连看看警戒。稳住。这是哪儿的车牌啊？车是借的，谁知道是哪儿的车牌啊？这车必须扣下，下车。这位兄弟还真认真啊！啊！没睡啊？你也没睡，歪了一会儿。我在等侦察科长。老韩呐，其实以咱们三纵的实力，一口气吃掉他一个团，不算太大了不起。只是你初来乍到，我把作战计划的困难说的多一些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一仗还是由你来指挥。哎呀，我知道韩司令家属今天到，你放心吧，我们这儿都准备好了。对了，孩子已经看过了，是麻疹。对对对对，儿童最容易感染了。胡大姐，您进来了。哦，韩司令家属到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一定要把韩司令的家属安排好。啊，韩司令在前方打仗。我们一定不能让他的家属有任何问题。哎，放心吧，啊，不多说了，挂了。就等你来了，快给我吧。哎，我叫胡静，是罗政委的家属，欢迎你啊。我是刘芷，刚从司纵过来。哎，快进屋吧。啊。呀，是女孩？是，我是男孩。车。
你怎么还在？司令员，您没让我走。去休息吧。巡逻政委。政委。政委。怎么了？政委，司令员请您。想了一天，想通了。不知道。去吧。是。哎哎，都醒醒啊，醒醒！科长，啊，老爷，回来了。啊，我得跟你说说呀。左摆弄，右摆弄，还是不能绕过罗政委的方案。哎，不是，大白天呀，捅出一个大窟窿。啊。东总的命令是说，让我们在秋季攻势当中，发展大规模进攻，争取更多的消灭敌人。是不是？所以我提议先打西风，先打掉附近的三四六团和三四七团。打西风，我看胃口太小了。那你的意思呢？我的方案是，直捣敌人幺幺六师师部慰安铺。全歼幺幺六师，打敌人师部。师部离我们太远，中间还隔着西风呢。我们可以绕开西风，进入敌人防守内部，直接把这个师部端了，然后再准备打西风和开远的援军。不行，这太冒险了。你这是歼敌一千自损八百，打的是冒险之仗，无把握之仗，拼命之仗。这样有什么不对吗？我历来主张打大仗，打巧仗，出其不意嘛。好大喜功是你韩先楚一贯的作风，这在四纵可以，在三纵可不行啊。下边经验当然可靠，可是，可你是一名高级指挥员，你必须时刻保持头脑冷静。你的冷静是对我们革命事业的负责任，可相反，你的不冷静很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损失。我是不会点这个头的。我想过了，这个方案是有点冒险，但是只有这么打，才能一举消灭幺幺六师。罗政委，我认为打仗关键是要先找到打点。乌元浦就是这仗的打点，这个险值得冒。我要的是刘润川一个师，而不是他一两个团。罗政委，你的方案没有错，就是太小心了，收获也不大。我何尝不想吃掉敌人一个整师？可是五十三军的三个师都在开原一带互撑犄角。我们一个纵队钻进去打，绝不占优势。况且我们长途跋涉，敌人以逸待劳，而西风，则是敌人最薄弱的环节，应该拿他开刀啊。强和弱是相对的。虽然西风孤立突出，但是兵力多，城墙坚固，敌人高度警惕，看上去很容易，其实难打。打起来就是攻坚战，伤亡不会少。你看，魏元浦，守军少，只有简单攻势。并且离我们远，敌人想不到我们会打，防守上比较松懈，便于我们突然袭击，速战速决。可是小心无大错呀，老汉呐，你刚到咱们三纵，那又怎么样？这是你来三纵的第一仗，一旦失败，上上下下会怎么看你这个新来的司令？个人的荣誉我不在乎，我要的是胜利，完成任务。从全局角度来考虑，这一仗必须这么打。我们不搞宗派，不搞山头，从来都是集思广益。按照你这个方案，三纵的指挥员没有几个会支持你的。这也是我来三纵最担心的事情。部队已经习惯了打游击战、麻雀战。但是现在情况变了，
部队必须学会打运动战、阵地战、攻坚战。我问你，三纵有没有单独消灭过国民党整建制的失火率？这又能说明什么？没有。我保守，我不会打仗，在你韩先楚的眼里，从来就没有瞧得上三纵。好，那我问你，穿插进去，被敌人粘上了，怎么办？我们没有打援的部队，开援的敌人增援上来了，又怎么办？这正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。但前提是一定要下定决心歼灭幺幺六这个整师。好大的胃口！对，三纵现在就是具备这个能力。我们有条件打一场歼灭战，我们不能连想都不敢想吧？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，还是小心为好。毛主席要求我们慎重出战，林总告诉我们，百战百胜的秘诀就是要拿着豆腐当铁打。我还是坚持先打西风，这样更有把握一点。可我们不能总打豆腐吧？兄弟部队的消息你也知道，你看人家八纵九纵刚刚升级为主力部队，一出手就打掉敌人两个师，那又怎么样？他们面对的敌人情况和我们一样吗？我们面对的是中长线上的敌人主力，而且我们没有打援的部队。罗政委，三纵一直是你从山东带出来的，是赫赫有名的老部队。这次秋季攻势，各纵队同时出击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竞赛，可我们不能拿着整个三纵去冒险。这不是冒险，这是巧打。罗总，三纵是支好部队，按说我刚刚到任，没有太多发言权。但是据我观察，你想说什么？三纵以前打仗，打的都是小仗。现在各个部队配合秋季攻势作战，形势发生了变化，三纵需要一场大仗，打一场大胜仗。韩先楚啊，韩先楚，我是真没有想到啊，你一来就要拉出这么大个架势来。好在我们还有老传统、老作风，我想你不会连这个都扔了吧？该扔就要扔啊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现在是大兵团作战，我们必须从今天起根除小本经营的商人习气。尹科长，东总急电。快去。出去，出去。东总急电。东总急电，速将秋季作战方案报送总部。林、刘，回电。方案尚在最后确定阶段，一次确定，立刻报送总部。实在的，我连头都没敢抬，气都没多喘一口就出来了。老韩，要不这样行吗？今天晚上召集各师师长、政委，甚至是副师长来开个会，讨论一下这两个作战方案。同意。到，政委，
你跟上韩司令，他这不太熟悉。是，政委，老毛病又犯了。没事，你快去吧。是。干嘛呢？三纵的。三纵哪部的？这是司令员。司令员，这些炮一部分是辽东军区拨过来的，一部分是近几次战役缴获的。一共多少门？一共60门。准备怎么分？每个师20门。分糖豆呢？每个师20门。统统收起来。归纵队司令部炮团。是。报告，三纵炮团团长前来报道。会操炮吗？会。在哪儿学呢？延安炮校。我问你，攻城的时候，炮往哪儿打？一般来说，往城垛子上打。一来可以压制敌人火力，二来可以把城墙轰开。我琢磨过，应该往城墙的中段打，打塌了中部，上面的城墙跟着塌下来，形成一个慢坡，步兵正好踩着慢坡攻上去。有道理。60门炮都归你了，好好操练，过几天会派上大用场。是。喂，韩，怎么会这么快？八成是水土不服，刚来身子弱，一下就染上了。去把谷孙博医生找来。他可是日本鬼子。还有谁的医术比他高？这我知道，可人家韩司令家属是刚来的，不会瞎想吧？现在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，立刻去把谷孙博医生叫来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来了来了，快看看吧。刚睡着了。是麻疹，需要打针。你是什么人啊？我是。他是医生。真是医生，真的是医生。他是中国人。日本人。大姐，我怎能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一个鬼子呢？哎，我说你呀，孩子都病成这样了，你还计较那么多干嘛？胡大姐，罗政委电话。好。走，你跟我走。老罗，这个刘芷说什么也不让谷村博医生给孩子看病啊。你别急，让我来跟他说。啊，你等着啊，来，给我。刘芷同志吗？我是罗顺初啊。啊，罗政委。罗政委一下子就说服了我，不知为什么，在他身上有着一种天生的亲和力，让你不由得不听他的。后来，谷村博医生一直跟着三总打到海南岛，抗美援朝之后，才回到日本，成为反战同盟坚定成员。
没听罗政委刚才是怎么说的。韩司令在前方打仗，后边的事一定要做好。嗨。89师和54师的162团给围住了，我军当时三面夹击，3纵7师19团和4纵10师28团，他控制了翁卷岭和洪深镇的要点，关键是切断了敌人的退路。对对，可敌人哪知道咱们使的是牵牛战术啊？那是他不知道我的厉害。3纵举足轻重，主力是吗？又是韩司令最强有力的支持者。李师长，你们也来了，好久不见了啊！好，董事长，非常好，李。哎，哪里哪里，老邓，那当然。你一口一个老韩的叫着，根据你判断，他准备让我们吃什么果子？我跟你们说，老韩可不是大老粗，吃亏蛮干的事儿，他不会干。李政委是3纵文化水平最高的，也是平日里罗政委最倚重的。哎，你认为我站在谁的一边？你都说了呀。哎，听说司令跟罗政委干起来了。不知道啊。罗政委没事先跟你打个招呼？老罗，我从38年就跟着罗政委，他要是想在3纵里说句话，还需要事先跟人打招呼来支持他？这事我知道。好好开会吧，谁的意见对咱就听谁的。我跟你们说啊，老韩这个人脾气大不假，啊，红军时期他是个排长，敢用枪顶着连长的头，硬是不让部队撤下阵地。小月，你说，哎，你们几个又在开什么小会？罗政委，吹吹牛。开会了。是。政委，这现在是阵线分明，势均力敌啊。同志们，今天这个会呢，算是党委扩大会议，啊，一是欢迎韩司令到3纵来，二呢是讨论东总布置的秋季攻势。现在大家欢迎韩司令。当时罗政委特别强调了韩司令这次到3纵来工作，是辽东军区陈云政委和肖金光司令员推荐，林彪、罗永欢批准的。同志们，这是上级对咱们3纵的关怀啊！希望大家服从命令，听指挥，配合韩司令的工作，多打胜仗，让咱们3纵更上一层楼。老韩啊，湖北黄安人，我麻城人，挨着。我们俩是同一年参加的红军。后来呢，我跟着四方面军长征了，他跟着红二蜀军走了。是吴焕先和徐海东的爱将，没错吧，老韩？嗯。你还知道什么？我们要打西风，和西风对着的叫东风线。咱们东总副参谋长谢方就是东风人。那我考你一下，116师师长刘任川是什么地方人？你算考到点上了。知道他为什么要把师部扎在维园堡吗？他是维园堡人。没错，他是地地道道的维园堡人。
罗政委之所以开这个会，是想用大家的建议改变韩司令的决心。同志们，我再强调一点，这次的战役我们没有打援的部队，所以呢这胃口不能太大，请大家考虑我的想法是否过于谨慎过于保守。什么谨慎保守？当年罗政委指挥的葛庄伏击战，一仗打掉日本曹野青大队，那是300多鬼子啊。哎，扯远了啊。我赞成罗政委的方案，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是我们的战术方针，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，这也是我们这支队伍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战术指导思想。饭还是要一口一口的吃嘛，是吧？政委，我看还是老规矩，打西风攻坚爆破就交给我们七师了。同志们，我们可不要轻敌呀。第53军是原张学良的东北军，现在是一色的美式装备，是国民党军队当中的主力。而刘润川的116师呢，是53军主力当中的主力。敌人把他放在中长线上，守备东侧，足以看出对他的信任。这一次，我们同几个兄弟纵队并肩作战，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是一场没有宣布比赛的比赛，所以说，我们三纵一定要打一个有把握的胜仗。美式装备我们就怕他呀，四保临江的时候碰到89师，咱们不是也照样打吗？政委，快下命令吧，咱们三纵可别落在其他兄弟纵队的后面。政委，就按您说的，打吧。你是不是应该说点什么？同志们，大家的意见都已经表达的差不多了，韩司令也都听见了，他是主管作战。下面请韩司令讲讲。我不同意罗政委的方案，我不同意先打西风。韩司令，你这是搞针对啊？不错，红十镇战役是你指挥的，但不能说是四纵指挥三纵打的，更不能因为你来三纵当司令员就把三纵的一切都抹掉了。要是这样，还不如把三纵合并到四纵去呢。韩司令怎么打你知道吗？三纵是个主力部队，不能一个团一个团的消灭敌人。东总交给我们的指标是116师，不打折扣，消灭116一个整师。我的方案是长途奔袭威远浦，打他的师部，调动各团回援，在运动中消灭他们。两位领导，你们谁来接个电话？啊，后方留守处的。你去。是好消息，告诉韩司令，孩子救过来了，让他安心打仗，不会再忧了。医生说了，不会再发病了。我跟老韩说两句。他们在召开作战会议，这是作战科长。那你别忘了告诉他们，古村博医生啊，了不起。嗨。我来看第一炮吧。我赞成韩司令的方案，仗打了不少，从歼灭敌人一个班一个排一个连到一个营一个团，刚才有同志说了还有日本鬼子的一个大队，可我们从来就没有干掉他一个师。明天这仗就是东北战场上的榜样，这叫什么呀？这叫大兵团作战，要有气魄，一个师一个军一个兵团，最后拿下全中国。捡重点。罗政委那个不是不好，稳妥有把握，
可就是胃口太小。现在的三纵就是要打大仗，干大事。我的话说完了。你放心吧，老罗啊是菩萨心豆腐嘴，跟谁搭伙都不会闹别扭。可你不知道，老韩那人啊特别倔，真的，什么事儿吧居然闷在心里不说，一说出来吧就非逼着别人都往他的脸上走。我真的担心罗政委吃不消呢。嗨，哪那么容易把我们家老罗给气趴下呀？他呀你要如意多着呢。再说了，他俩是他俩，咱们是姐妹。对，大姐。都是怎么了？这是，啊？平日里叽里呱啦的话多的让人受不了，怎么都不说话了？德云，你是一师之长，说说你的想法。真让我说，大胆的说。我们这次没有其他部队配合打援，所以我认为，如果我们包围了116师的师部，敌人肯定会派兵增援。而且我们包围的敌人是4个连，敌人一旦派兵增援，我们打援的兵力明显不足。威远堡在敌人的中心位置，他们能那么轻易的就让我们插进去吗？就是我们插进去了，被敌人缠住了怎么办？是啊，咱们这支队伍啊刚刚缓过点劲儿来，我觉得还是谨慎点好。目的就是打个胜仗，摊子铺得这么大，可别弄个摊都嚼不烂。别到时候再被人来个反包围，关门打狗，瓮中捉鳖。咱们积累这么点家底儿，可不容易啊。我看还是罗政委的方案稳妥一些。包杰同志，你是什么意见呢？我同意韩司令奔袭威远堡的方案。西风似乎是敌人的弱点，其实并不一定就弱。打西风是攻坚战，必然会有很大的伤亡，而威远堡似乎是敌人的强点，其实也并不一定就强。如果我们奇袭成功，便可以用最小的伤亡来换取最大的胜利。我认为韩司令关于强与弱的分析是很有辩证法的。打仗就打仗呗，扯什么辩证法？这里可不是大学课堂啊。就是嘛，讨论作战方案也扯远了。带兵打仗当然是要讲战术哲学了，辩证法也是可以利用到战争当中去的。邓师长，你作为一个共产党员，应该好好的学习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著作。少跟我扯这些，老子没读过书，还不照样打胜仗？书你读得多，仗你能打吗？你这就是不讲科学了啊。胜利就是科学，那也要看这个胜利是不是真的有意义，付出与回报的比例是否是合理的？胡扯！共产党打仗还考虑回报吗？老邓，你这个就是属于偷换概念，有点不太讲理了啊！什么概念？不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不要吵，不要吵了。老韩啊，是真正的九死一生，打仗受了9次伤。是吗？大姐，你家孩子好像……老韩，要不大家表决一下？嗯，大家表决一下吧。同意韩司令方案的，请举手。同意第一个方案的。你觉得怎么办好啊？我还是坚持先打回原
散会吧。老韩啊，咱们可不能赌气啊。你看我像赌气的样子吗？那就好。好什么？都做了决议，怎么办？没事，出来，没事了。走，大姐别着急，孩子会没事的啊。别说了，我要跟老罗打电话。哎呀，现在多晚了。是啊，太晚了。我跟老罗结婚这么多年，就这么一个孩子。大姐，你要相信古村博医生啊。相信，我相信。大姐，药没了。什么？打电话，打电话让他们送。罗政委的孩子也病了啊？有什么针？是啊，这卫生部啊已经没有那种特效药了，最后一支啊用在了韩司令女孩身上。那还等什么呀？告诉罗政委去。哎呀，这胡大姐说了，坚决不能告诉罗政委。哪里能找到药啊？到哪里能找到药？喂。卫生部吗？没想到你这个人还真有股子韧劲儿。罗政委，你是在笑话我？你看这样好不好？我们分别把两套作战方案同时发给董总，董总批准哪一个，我们就执行哪一个。同意。你可想好了，一旦董总批下来，我们谁也不能坚持自己的。怎么样？卫生部已经没有了，他们已经派人到军区卫生部找了。要不让罗政委给军区打个电话？三纵罗报，研究讨论，有两个方案。一，主力在头营子、西峰，以一部相机消灭二道盒子敌，并监视为远铺。完成西峰、头营子的歼敌任务后，再攻为远铺。二，应以两个师攻为远铺。罗。小野，你看一下，没有问题就立刻发给董总。政委，您还是把韩司令的方案提出来了。如果董总真的批准了韩司令的方案，我们就冒一次险。我去一趟七师，去整理一下苏苦运动的材料。来人！到。司令员，长途奔袭的袭字怎么写？只读过一年的书啊，看见有文化的人，
写字好的人，我羡慕得不得了。李伯秋政委读过不少书吧？哦，大学生。我打了17年的仗，我听说过一些。我佩服有文化的人。不行的，必须有药的。可是，我上哪儿找药去？孩子醒了，烧还没退，快退呀！求你，药地没有，我再去打电话催。这是重点，要加括号。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告诉书电报的？这几个字很重要。没什么办法。不行，必须告诉他们，这点最重要。司令员，重要的电报我们会用加急、特急来表示。不够。那我们加上一句话，此电文十分重要，请认真反复阅读。反复阅读。林总，三总韩先楚的电报总算是来了。看来他是铁了心要来个猛虎掏心，吃掉1160。这就是韩千楚，这就是好战分子啊。司令员，电话。谁的？刘芷大姐。回去，从现在起所有与打仗无关的电话电报不许接收。他有几成把握？5-6成。5-6成把握，风险太大，仗不好打。等有了8-9成把握，又会失去战机，无仗可打。打吗？按照先处的方案实施战斗。给所有能找到药的单位打电话，找司总，以我的名义一定要搞到1-2支，千方百计要保住罗政委的孩子。是。韩司令，东总回电。请罗政委。是。
阿紫，开始吧。我命令，9月29号，部队开始行动，以强行军的速度，在天亮之前完成对凉水泉的蛇池、伏巨屯的隐蔽集结。30号，纵队主力向指定位置行动，其实在10月1号早上7点之前进展2道沟、10庙的一线，形成对维园口的正面包围。九师是这次战役至关重要的一环，要绕到维园口后面，进展塔子沟、4家的一线，切断116师突将开出的道路，阻止开眼方向敌人的援军。九师行进路线最长，小妹停下来就要开膛。一面是向疯狂逃窜的116师，一面是数个月的援军。8师主力向高家店掩护，1号上午要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。8师23团向西峰掩护，监视敌346团的活动。记住，这次战斗的秘诀就在于，所以马要带脚子，大车要上前。汽车一律不用，开枪打炮绝对禁止。我强调3条：第一是隐蔽，第二是隐蔽，第三还是隐蔽。谁暴露目标，送军事法庭。7师前进到宁远府，有敌347团一个连，吃掉他，不许用枪，不许用手榴弹。是。我再说3条，快，快，快。是是。哎，我也有3条，烟烟烟，把你们身上所有的烟都给韩司令留下。这次战役是领导的。哎，老邓，我说你这心里边是不是觉得有点对不住韩司令？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！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咱俩可是兄弟，我干那点糗事儿，以后可不敢跟你儿子孙子说。这也正是我所担心的，毕竟敌人的援军有2个师之众。胡静打个电话吧，都老夫老妻的了，也没啥事儿，咱打完仗吧。烧底不退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！政委回来了，政委，您身体？地方干部的工作都布置下去了，都布置下去了。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清查户口，管制坏人，连狗都关起来了。好，少爷啊，在韩司令的布置当中，这条道路的安全是我们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。你一定要保证，到时候部队能够秘密的、安全通过这条道路。是，政委，请放心。现在韩先主最担心的就是援敌突过来，所以他一定会抽出部分兵力打援，致使围歼的部队被削弱。如果被敌人缠住，
三纵将会全军覆没。要是我们能够替他们分担一些，把阻击援军的任务拿过来。你相信韩先楚能抓住116师吗？司令员，您现在真是要风有风，要雨有雨了。司令员，你想什么呢？罗政委工作做得真细，行军这么长时间，连一声狗叫都听不见。俺叫王二三，山东菏泽人，今年21岁。韩司令，韩司令，韩司令，干什么呢？还不休息？我们给每个人写个布条，以后好识别身份。给我也写一个。好。韩先楚，湖北黄安人。34岁，韩司令，再下一个来。俺叫二狗子，山东枣庄人，今年24岁。科长，他们正在开饭。枪没在身边，打吗？晚上打，晚上打容易隐蔽接敌，咱们一鼓作气。是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不会惊动敌人。好，撤。是。罗政委，老韩，董总来电了，敌人已经发现了80的行动，有可能向西龟缩，董总要我们提前打响。
干脆彻底暴露给他们。对，咱们先给他来个佯动，让八师在西风的敌人面前活动，让敌人以为我们要打西风。对，对，老韩，咱们把炮团也拉上去转几圈。那太好了。
跑了？快快睡，快快睡，睡醒了看妈醉。快快睡，快快睡，睡醒了看妈醉。报告，部队都已到达待机地域，均未被敌人发现。关键是部队发现敌人没有？未发现敌人逃跑。林总，三总电报。告诉一纵、六纵。不允许一个原敌进入威远浦地区。报告，九师主力进占塔斯沟四家子一线阵地，26团攻占了203高地，8师进展顺利，24团在四棵树逼退敌人一个排，并直逼高家店，22团攻占了高家店东南189高地。九师前卫营与敌38团遭遇，我先离开火，俘虏敌副团长以下70多人。就剩下天王山了，走去阵地看看。老罗，政委，政委，军医，到，快！副政委坐下。罗政委的肺心病又犯了。肺心病，老罗，老毛病了，又没事儿，你去指挥吧。照顾好这位。是。师长，敌人的火力太猛，攻不上去啊！攻不上去也得攻。铁拳团是白叫的吗？是。不能这么打。老韩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能来？来，给我。老韩，这儿离敌人太近了，你赶紧撤回去。把炮吊上来。是。报告。司令员，你找我。把你的炮向前推进100米。司令员，敌人在高处，我们的炮这样打不管用啊。别让你轰开他，你给我把他机枪压制住。是。让我们的人从西北角绕上去。是。啊！
老韩，敌人的飞机来支援他们了，我看得见。老韩，你赶紧撤离，这太危险了！哎，把天王山给我打下来！咱们这天王山，我哪儿都不去，我就在这儿。你，已经做好炮击准备。打，打到他们投降为止。是。把尸体带走。不知道这仗是怎么打的，据
战前侦察，敌人驻地在120公里以外，怎么就突然出现在威远堡？我们的一字长蛇是什么时候被切成三段？援军离我们只有40公里呀，为什么没有杀过来？为什么我们所有的退路都出现了敌人？对手的兵力有多少？指挥官是谁？听说是新调来的。叫什么？好像叫韩先楚。韩先楚，老韩，还是你看得准。三总真是这好部队，指哪打哪啊。三总的确是这好部队，再有了你，就更如虎添翼了。我欠你的。就一个，还没了。照顾好政委。是是。在对手的目光中，三纵是一支旋风部队，韩先楚是旋风司令。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在离职时说，最难对付的是韩先楚的旋风部队。国民党参谋总长陈诚离职东北行辕主任时称，韩先楚是很难对付的旋风司令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他的部队。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在失败后也不得不承认，韩先楚的部队动作之快，如同旋风般。